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可以看一下你购物袋里面的东西吗？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你购物袋里面。谢谢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可以让我看一下你购物袋里面的东西。不好意思，赶时间，真的很快，我们看一下你今天买什么菜。好啊好。这位年轻帅哥是想要做烧烤小排骨哦。请把锁赶时间，接下来。很快，真的。这位妈妈赶着回家，想做的是枸杞山药排骨汤。 你们是有什么活动吗？这位小姐应该是想要做红豆紫米粥来补一补吧。这边请，信不信？这几道菜交给小万，一下就能轻松搞定。不相信了。等一下就要你自己来处理这些食材喽。我自己来。对。让我们来试试用小万来做烧烤小排骨。 想要做山药排骨汤，排骨先全部都丢进去，山药中途打开来再加。红豆紫米粥的红豆可以不用先泡哦。这样就好了吗？没错，我们可以到旁边休息一下喽。给你三套。对。 我刚做的，啊，漂亮的。你可以整碗吃完没关系，还有很多。Yummy。以前会觉得做菜很花功夫啊，那这个会让我觉得说做出好吃的料理好像变很简单。炖的时间短很多哎，感觉营养都有被炖出来。 现在知道有这样的锅子，一锅可以抵多锅用，可以做出各种料理，我觉得还蛮方便，蛮实用的。有了小万，轻松省时，轻松美味，轻松营养。飞利浦智慧万用锅，大菜小菜轻松变天菜。创新为你，飞利浦。